为着要宣示打击王洛生的决心，维护乡亲的健康安全，县府日前举办列入记者会，演一场行动剧来呼吁乡亲，唔通买王洛生的商品食品。有一些王洛生是固定的，在某些地方啊，在贩卖他的啊这些所谓的产品。那我们希望，不管它是移动式的，或是固定式的，只要是违反到整个相关的啊药品的相关法令，或者是它的场所本身就是一个违建，我们会做强力的啊这个稽查，包括彻底把王洛生赶出整个嘉义。那我想老人家实际上很多的生活确实啊有时候会比较啊寂寞，所以他们会透过啊去参加王洛生的活动，或者是听啊有一些专门在卖药的电台。那这些药的来源呢、啊，实际上不是那么样的清楚。那实际上我知道啊、每一个老人家一个月可能有领老农年金或是相关的福利，那这些钱实际上啊、如果透过这样的一个啊、这样的一个类似啊、这个诈骗的方式，那透过药品让这些老人家啊、除了可能伤害身体以外，还可能把他的啊、这个钱都赔进去啊，我认为这是无法接受的，所以我们会强力的啊、打击王洛生。馆长讲，卖听别人介绍，特别来路不明的药品，对健康会造成危害。各类民众爱卡专线0535-2613，用药来检举。若是查到违规事实，民众买单摕着检举的奖金。台中新闻黄佩仪采访报道。